有啲嘢总会喺你防不胜防嘅时候出现喺你生命里面。为你带来痛苦，为你带来折磨，为你带来绝望，是人见到他都闻风丧胆，以为他就是死神。其实他只不过有个不好听的名字，叫做癌症。如果你愿意望真啲佢同你一起行过嘅路，你会见到忍耐，见到坚毅，见到有爱，见到亲情，见到斗志拼发出来的花火，见到你前所未见的风景。距离只是为你递上一份生命的试卷。生命待续，患癌不是大结局。